闪电侠是什么梗？该梗出自博主阿文今天吃什么。作为一个美食博主，他真正实现了三秒钟教你做好一道菜。We like this style. 不得不承认 5G 网速它就是快，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博主那边就已经完事儿了。我就点开一下评论区再看，就只剩下空牌了。它是真的省流量啊，正因为它迅猛的剪辑手法，所以被网友戏称为闪电侠。现在我只有一个疑问，它本来好像是打算教大家做菜的，你这样教真的能学会吗？